漂亮哎。拍一下。哇，好，这时候要吟诗一下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竟然获得了迷你拐杖，耶！哦，自拍棒出来了，我们团体照的必用神器。哎，这边给你，这是木板呢。啊？真的假的？没有吧，是那个啦。那个啦，不然它怎么震动？它是会一起掉的。因为它们是一片的，那个算是那个叫什么啊？它不是木板啦、啊，它就是一堆很多须须变成一个像板子。我那个庭院也会这样子啊。嗯、变成一片那样子。对，它变成一片像那个腹地哦。哎呀、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。哎呀、啊，肯定。也许真的是木板哦，后面竟然有木板。这个感觉就是木板触觉啦、啊，你看。它怎么是全部一起震动在这一块？不是的，这里也有哎、欸，可能不是的。有暖暖的感觉，会不会突然掉下去啊？来拍个地表，好，伟人还在设定那个，终于，哦，来合照。